郑伯克断于鄢节录。尹考叔为尹谷封人，闻之有献于公，公赐之食，食舍肉。公问之，对曰：“小人有母，皆尝小人之食矣，未尝君之羹，请以遗之。”公曰：“尔有母仪，依我独无。”尹考叔曰：“敢问何谓也？”公与之故，且告之悔。对曰：“君何患焉？若绝地及泉，遂而相见，其谁曰不然？”公从之。公入而复，大岁之中，其乐也融融。将出而复，大岁之外，其乐也谢谢。虽为母子如初。